快！进入石龙寮台，进入。本分局日前接获线报，指称在高雄市古山区有诈骗集团活动，经查证属实，立即报请屏东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，并在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、刑事局验侦大队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古山分局、警政署维安特勤队及宝山总队警犬队等单位的支援下，侦破感情假投资诈骗集团。本次共查获犯嫌11名及相关证物，全案依组织犯罪、加重诈欺及妨碍自由等罪嫌依法移送侦办。